还是你们今天想学两个点，还是先一个就好，一个。对，好了，来过来了，来看我了，对，来示范了啊。好，来了来了，对。好。等我一下，我先确定一下。还可以哈。好，今天我因为上次我画正脸，我是一格四公分，有没有？比较长一点，我今天把它变成稍微宽一点，所以我这个一格五公分，啊，所以我先画这个横线，对，分四格，啊，把它变宽一点，就练习画各种的那个脸，一格五公分，啊，因为上次比较修长，这是画比较宽。然后上次是15嘛，乘15，这是变14乘14啊，这是变14乘14啊，所以就各减，等于说全部减2公分啊，就14乘14，尺寸把它变一下，这样都会电到的，但它格数是一样的，只是把那个尺寸变一下，对，28公分，对。好，这个就4520。好，你将每个尺寸都画过之后，你以后就很厉害，因为再怎么变你都会画。练习。好，再画。然后再讲一次，因为可能有些人又忘记。好，这是比较有点正，有点没有那么长，也是一样，就是你看这个是侧脸哈，所以眼睛都在第一个的地方，有看到哈，第一个的地方，你不要画太长，因为有些人画太长，画到第二，眼睛都在第一个，我们要把它解决。然后分等也是一样，这个正好是一半，我们看到眼睛都是正好一半哈，然后鼻子也是这样，有没有两个哈，嘴巴也是这样一个，你发现其实比例都一样哈。这样有看懂哈，然后上嘴唇跟下嘴唇正好是一半啊，正好是一半啊，然后这样我们就把脸都集中在这一格啊，有看到哈，啊，然后耳朵在第三格的这个地方，好，我把画仔细一点，那个画一下，好，现在来画，啊，也是要先从眼睛开始画，我的习惯了。好，你就用尺来画。好，眼睛大概在这个的，好，大概2/3啊。那这五公分，2/3就3公分。好，位置大概到这个位置啊，先画那个，然后到这里啊，你就稍微拉一下眼睛。先不要画细部，你先把位置找出来。你看眼睛是不是就出来了哈？那是这边的几公分？这是3公分啊。等一下吧，这5公分，对，3公分，这5嘛，然后14，好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出来很快，然后眉毛就上来一点点，再一格一公分。好，顺便画双眼皮，这就双眼皮。然后一公分，你们很快，超快的，这样子就出来了，是不是很快？有没有3公分嘛？然后双眼皮嘛，那0.5给他的一个双眼皮，然后眉毛这样到这边就，对啊，然后接下来画鼻子嘛，啊，这要圈出一个7嘛啊，你看尺规都告诉你几公分了，一定不会错的。有没有很精准又简单啊，鼻子哈，然后嘴巴哈，我今天画出来7×2=3.5，啊，就按照这个了，好，那就先告诉自己嘴巴正好一半嘛，鼻子到这里，你看鼻子它超过那个这一条线了，有没有？
是用鼻子出来一点。好，这个鼻头到哪里？正好是眼睛这个地方，鼻头啊，然后嘴巴嘛，上嘴唇，然后这个到哪里？到眼睛的，在这边过来一点，在这个地方过来一公分啊，差不多一公分，真的一公分，啊，这样拉下来，这就是嘴巴那个节点啊，等一下啊，拉一下。先不要，先这样轻轻的这样子，先抓一下。然后他嘴巴有点这样子斜的，因为他嘴巴有点这样斜的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就先拉一条线，到后面歪掉，鼻子在这里啊，然后就这样斜过来，就斜的。差不多啊，好，这样不要超出这一条线，这个没有。来看书已经出现了，鼻子，对不对？眼睛、鼻子、上嘴唇、下嘴唇，然后这是什么？下巴有没有？所有位置都出来了。然后我先画这一块，好，仔细看哦。这个也，这个先画好，正好在第二格的这里，把它拉下来。等下再修，进来。好，两点才能成直线，所以你看我都有点在位置，位置都在点在这里。鼻子也出来了，等下再修。好，然后进来。好，这样直线，然后再进来。下巴。你看这边是不是出现了？有没有？然后从这边就很简单，因为这边。反正侧脸这边搞定了，后面就简单了。这样拉过来，然后就你看这个后脑勺超过了我们的隔线，有没有？你就照样画，画大一点。然后这边收尾，下来收尾。好，耳朵在这个位置。不会找的话，你就是以这一个为准，在这个的地方啊，第二格正好就是这个地方。好，你就万一真扑到，你就是在这边再分一格啊，这样抓出来，然后斜的嘛进来，这样耳朵就出来了。好，这样侧脸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然后你在里面可以画啊。然后等下慢慢的修啊，这样侧脸就出来，有没有很快？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地方先锁起来，好，然后是不是就很简单？这个只是画那个头这样的，然后再确定耳朵的位置，主要是这个地方嘛，眼睛先画，然后鼻子嘛，好，先抓那个位置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今天就是这样画线条稿就好，然后抓准啊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这样我再休息一点，好，你们自己再，我都再修一下。如果你这里还没画好，就赶快画，画完可以让我看一下的。今天就画侧脸，下礼拜画45度角比较难一点啊。就在我们桌上啊，这个是这里。
侧脸。侧脸的。这一张吗？对对，下礼拜画这个，你可以先看。下礼拜画是，然后今天就画侧脸，把它画好。然后下礼拜我画45度角度，把它练起来。好，就画线条稿啊。你这脸画完的可以让我看一下，看有没有怪怪的。拿过我看了。手上都看过了。对了，再我看一下。你要多走动。还没，时间还没到。再走动呢。好了，画侧脸了。你几号？我先登记一下。51，顺便写一下。哎、欸，哇，你还是自己我还是来了，因为我要拍一下他刚才画的那个、哦。我以为你要多走动。是55公分，5公分。对啊，那这个嘞，14。14是哪边？这样子的字很。对啊，14，然后加起来就28。什么意思？今天画比较。14。加14加14，是不是就等于28？然后这是5。那上一张嘞？上一张本。不在这吗？不在前面。上一张比较长，今天画的比较正方。有啊，因为我才写音乐啊。那我可以画正方形一点吗？不要啊，你这个画这个正脸可以画长方形。我以为你要登记我画的。那个其中会收过来的。然后写那什么侧脸就比较正方形，练习画不同的那个形状啊。正脸。公分呢？对啊，正脸比较长方形。这是15。这是对的。对。多了一公分，对，然后这边是也是多一公分，这比较偏正脸，这比较偏那个长脸。所以我的尺寸就是画成这样，所以我才变一学和尚。对，变圆。所以你今天就是按照这个，不要再画我画那个。